项目工手看着像伐木场那些没有的木桩一样。No, 我可不是那些没用的木桩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我会发射单支箭矢，三箭连发，寒冰箭矢，满屏箭矢。看完你还觉得我是没用的树桩吗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木桩有什么不同之处吧。种植时需要275点阳光，冷却时间为7.5秒，攻击范围为右侧单行，攻击目标为单体。一阶项目攻守，当有僵尸出现在项目攻守右侧时，项目攻守会蓄力发射箭矢攻击僵尸。一阶秒一个普僵只需2发。二阶项目攻守分裂箭，项目攻守射出的箭矢分裂成3个，并击中其他道路中的僵尸。箭矢分为3个方向，向上、中间和向下的箭矢。向上和向下的箭矢伤害没有中间箭矢伤害高，发了2发箭矢就打瞌睡罢工了。老板表示要扣工资，叫你偷懒。我错了，你别打我了。三阶项目攻守穿透一击，项目攻守射出的箭矢获得穿透效果。四阶项目攻守能力觉醒，种植时有高概率直接释放能量豆大招，发射满屏的箭矢，但是箭矢发射的比较随机，不能百发百中。五阶项目攻守寒冰箭矢，项目攻守有20%概率射出寒冰箭矢减速僵尸。装扮效果可以向天空射出60支伤害更高的光箭，随机打击场上的僵尸。项目攻守搭配芦荟医师和蔡文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，那我们先用项目攻守加芦荟医师对仗贝壳僵尸。植物组合胜利，项目攻守加蔡问对仗贝壳僵尸。贝壳僵尸险胜。都说项目攻守攻击间隔较长，那我们就用项目攻守加芦荟医师加蔡问对仗小鬼僵尸炮。前面攻击频率不高，植物组合还是可以轻松应对。大炮退场时发射了一大波小鬼僵尸，让植物们近距离打得很吃力。植物组合挑战失败。